不太爱看他们。先来一个多兰剑啊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把俺们打个剑姬，剑姬这个英雄呢，有的兄弟，哎，肯定是带这个迅捷步伐，知道有啥攻略，带迅捷步伐。但是人家带迅捷步伐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耗血，而不是为了无限的对拼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带迅捷步伐，有的人可能就会存在一个误区，我带征服者跟你拼，我带迅捷步伐也跟你拼，但这是不对的。这就是线上耗血的一个技能，知道吧？跟别人耗，你要跟征服者硬拼，那肯定是拼不过。这个剑姬不知道他能不能给我们硬拼，试试看啊。来了，先 A 一下打骸骨，哎，硬拼，你看着没？这又硬拼。你说我带个征服者，你带个迅捷步伐，你怎么跟我硬拼？你说，你上哪能拼得过去呢？这就是误区。A Q， 再 A。A E A A 点燃接 Q 死了，好传送。这不无敌了吗？哎，先吃个饼干走，开机跑来。哎，要的就是你开机跑，拜拜。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说你个破银马，你二级抓，你有毛病啊？什么病？玩个银马还二级抓人？你玩点别的，咱说实话算了，是不是？玩个小破银马还二级抓，真令人难受。为啥早不开疾跑？这个得去看银马的直播来问他了，这我也不太清楚。银马二级抓人怎么的了？那没有意煞抓人去，他就欺负我，你知道吧？他觉得我好抓，我可不好欺负啊！我告诉你，这衣裳来 Q 一下。Q 一下 ，A 一 A W 躲二段 E， 再 A 再 A 一个 Q， 狮子狗这边正好来了，我们再控一手线啊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。我的攻速怎么这么快？不快呀、啊。1.13， 这不是正常攻速吗？咱也没出攻速装备呀。你你也1.13，你一完了以后你也1.13，正常0.87不是很正常吗？猴本身攻速成长就高，还有大树这种的。来，再敢上来先 Q 他一下，先打骸骨啊！一上来点点接 Q， 这一波可以杀 W 点点往前走来 ，A 接一 Q， 这波他的 Q 进入西地了，我们就可以一直追。我运气好，正好征服者满城，加上我一个 Q 的耀光，刚好伤害够，要不然。他应该能差一丝血不死，他那个戳到我弱点了，
要挂机了。你知道因为他啥他打不过我，就因为带个迅捷步伐还硬拼，哎，一下就跑，想办法怎么样能跟对面耗血。一会儿他就要神志不清了，我估计我身血他指定要杀我。先补刀啊，这边如果能塔下把他杀了我们就无敌了，他就没法玩了。先溢一下破骸骨，塔下试一试吧，可以先 W 过去，然后看看他交不交 W。 这不交直接把他杀了，抠死。如果他第一波不交我们就杀他，如果他第一波交了我们就越塔杀他，看他怎么玩。银马来送银头了，让他拽吧。点吃药 AQ A 一死，假装我们要在这回家，其实狮子狗在我们旁边。上 Q E A 再 A， 可以兄弟，好配合。回家，不回家，再吃个塔皮。这把得分离者，哎，我这嘴一使劲一张嘴，怎么右边 好疼哦。哎呀，不是牙疼，这腮帮子疼。我一咬东西就使劲儿吃东西就疼了。哎，我到了，兄弟，往这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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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！个老鸡！哎呦，这个墙可烦死了，双 buff 没了。我闪现 W 一 Q 过去的。哎，这波杀他，注意看啊！先抠，A， 抠 ，E A， 跑的有点快，我杀不了。减攻速又减移速，怎么的？人马来了，还是中单来了？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。我要看一下他们家中单到底在没在。我现在没有大，我打两个费点劲，打不了。先不打，他没在呀。哎，他没在，你居然敢这么玩，兄弟，你都死了六把了，你敢这样式的玩，我没想到啊。
打架把他杀了，给他吃了两波兵，挺难受的。说实话，这两波兵不应该让他吃的，本来我就要塔下杀他了，都直接杀啊！耗完点烟直接走，直接 EQR 把他秒了。他应该是有传送，看看能不能抓紧时间把这个塔皮给他吃了。我们就用平 A 跟他打吧，稍微躲一躲这弱点。Q 回血。让他给砸死了。哎，算了，回家吧，下班了，来。拆了吧，正好，正好拆了回家。这回得走了啊！这回不走不行。嗯 ，Q 回血。哎呀！狼了一波，嗯，小狼了一波，他有闪现。我要是能把他 W 给他躲了就好了。不就没躲掉，没躲掉，攻速抬不起来，攻速抬不起来就没办法再打了，就先来个水银之靴，把这俩卖了吧，把这俩卖了，这个，哎，他值钱了，正好，挺好。来一波下路，我到了，兄弟，我们跳弹下来啊，扫一下亮牌，我就喜欢你这种亮牌的兄弟。先转银马 AQ 再转 ADC 也得死 EQ。死了，一波三杀，幺幺，幺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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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双十一了，七个一，然后我们再升个十一级，凑个九个一。这小龙怎么能让对面给挡了？这个火蓝咋回事啊？有闪现吗？我们杀个基板 AQ W 别让他晕，平 A EA Q 死，找到这个火蓝，直接闪现 EAQ 点燃，平 A 再 A 你也得死 Q 一下 EA W 再 A 吹波 Q 支援了一波下路，还可以啊，这干嘛呀，这怎么了？哎，又没补着，气死你！这
这 ADC 怎么回事啊？投降了？你谁怕谁呀、啊？真是的，投就投呗，还闹脾气了还？这闹什么脾气 ？EAR 转起来 ，W A 接双 Q 再转，杀 ADC 平 A 平 A 平 A Q E， 你想要人头？呀，他居然拿到人头了，这不应该呀、啊。回家了，我抢他兵呢。那怎么我来一波下路还不拿点兵呢？我杀死六个，我不能拿点兵吗？我黑切吧，这把黑切我看看啊，对面 AP 偏多呀， AP 偏多其实可以卸手、来个卸手，其实我觉得吧，吃不吃兵又能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无非就是几个小兵而已嘛，赢了就得了呗。怎么赢不是赢呢？赢了肯定都开心嘛。你们仨要杀我？哎哎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我没明白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我遇不到这个鸡，回家了。先出个血手啊，出完血手我其实可以来个水银，冰子这波可以，我来了，兄弟们，坚持住！我们负责拆塔啊，队友负责杀人。在这种能赢的情况下，哎呀，谁吃兵都行，我也不差他那几个兵，你知道吧，都无所谓的，反正俺们都排到一块了，就好好玩呗，也别闹脾气，闹什么脾气呢，对吧，都是要打对面的，要打对手，借一波呀，让我看一个，你们要杀我，我大闹天宫，猴子偷桃，我有蟹手还没触发呢，我告诉你，小伙子，那个小火蓝，杀我，你给我死，我有吸血，哎呀，死亡之舞没回上来啊，没有死亡之舞，我死亡之舞呢，35攻击力，200生命值，35魔抗，来这个呀，出个水银，这个鬼人也没什么用啊，感觉出振奋吧。
出振奋还能回血。二二二二，行，不是一就是二。我能不能在22分钟之前补到222个刀？费点劲，应该不行。我看看这种装备的猴能不能打大龙啊？哎，有机会呀、啊！咱们尝试一手。好像蓝不太够用，加个辅助吧。没蓝 buff 不行，没蓝 buff 伤害不够。打一年，哎，太慢了的，没百分比较血。打个蓝，打个蓝，打个蓝，有没有蓝？没有蓝，回家了。有妖气！你看人家狮子狗。狮子狗也不咋地，狮子狗。你先猜，我就下路带一波。他们要杀谁？要杀 ADC， 杀 ADC 别人也跟不上啊！这团战我们杀冰姬啊！没事，这都没有多少血了。哎呀！打吧，这是假猴，守不守塔？守不守塔？不守塔，不守塔可拆没了啊！好，杀冰姬 ，W 过来打他蛋，变蛋了，打蛋，好，打蛋。